码掌握国际，欢迎收看 RTM 华语新闻。您好，我是朱敏瑜，今天将为您播报以下新闻内容。首相安诺呼吁本地业界跳出舒适圈，检讨自身优势，面对竞争。新国总理黄循财今天与首相安诺会面，讨论加强马新关系。哈马斯接受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加沙停火决议。首相俄罗斯安诺指出，当外国投资和贸易发展蓬勃时，投资者将鉴定有实力的本地行，有的就是本地行业方展开合作。因此，首相认为需要提升对商业的准备程度，并且不要过于束缚于舒适圈。在政府从中给予协助，促进本地业界发展的同时，也要随时面对竞争，看待与竞争邻国的优势。Tersebut pelaburan dalam bidang industri atau digital atau tenaga atau AI, kita tidak pernah melepaskan tanggungjawab untuk memberi ruang dan penekanan bahawa pengiktirafan, insentif, kerjasama diberikan bagi mempercepatkan proses kelulusan pelaburan mestilah dengan rangkaian bersama dengan industri tempatan。首相纳是在出席投资贸易及工业部举办的2024年卓越工业奖颁奖典礼上致辞时这么表示。另外，首相也说，世行的商业就绪指标是一项重要的评估标准。首相认为，我国应该通过引入多种新方法、新措施来优先实现该指标，当中包括加强行业和技职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协同作用。首相强调，理应相信行业参与者确定所需的培训类型，因为他们比传统教育系统更了解市场需要，而这也是政府在加快审批流程方面所做努力之一，并承诺在必要时会进行必要调整。由投资贸易及工业部举办的2024年卓越工业奖备受好评，今年业界的参与率更达至100%。部长邓古泽夫说，该奖项旨在激励健康竞争，并在持续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邓古泽夫指出，今年贸工部举办的卓越工业奖共获得153家公司报名参与，而2020年则是只有78家公司，相比之下是明显增加。Secara keseluruhan hasil ekspor ke semua syarikat-syarikat ini adalah lebih kurang 4 bilion ringgit. Walaupun angka ini tidak beberapa besar, namun kami percaya kesemua syarikat ini mempunyai potensi besar untuk meningkatkan ekspor masing-masing di masa akan datang。古泽夫表示，卓越工业奖是支持我国工业转型的重要举措，这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使其更加快速、包容性更强、可持续，并与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相一致。刚从李显龙手中接棒出任新加坡总理的黄循财，昨晚抵达我国展开为期两天的官访，而这也是黄循财首次以新加坡总理的身份访问我国。根据行程，黄循财今天会到布城与我国首相戴德斯安诺会面，讨论加强马新关系和双边合作，并就区域和国际问题进行交流。而两国领导人也会在待会儿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黄神才与随团人员乘坐的飞机是在昨晚8:50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并由我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扎多穆罕默德埃尼接待。而新加坡驻大马最高专员瓦努戈巴拉梅农也有到场迎接。黄神才获得我国皇家步兵团第一营在阿德姆阿斯曼上尉的带领下进行的荣誉仪仗队欢迎仪式迎接。黄神才是应我国首相阿诺尔的邀请前来官访大马，这也是黄神才在上个月15号宣誓就任新加坡第四任总理以来首次出国访问。自2023年，我国和新加坡分别是彼此在全球范围内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东盟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总额达3亿6313万令吉，或796亿美元。为了避免政府在落实目标式柴油补贴机制后有商家浑水摸鱼，趁机从中谋取暴利，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多阿米赞表示，该部已经在8号开始展开侦查行动2.0，以确保商家都有严格遵守2011年价格管制及反暴利法令。自10号落实针对性柴油补贴机制后，社交媒体随即流传某些行业涨价通知的截图，其中包括几家混凝土供应商通知产品价格从星期一开始上涨。对此，阿米赞发文告回应，指该部将集中调查两个领域，也就是拖车服务和建筑材料运输业，这是因为这两个领域都不属于33种继续获得柴油津贴的公共交通车辆和货物运输服务。阿米赞补充，2011年价格管制和反暴利法令第21条文防止任何暴利的无理涨价，同时强调建筑业没资格获柴油补贴，该部也将调查不获柴油补贴的行业非法购买补贴柴油的事件。为了优先让希望获得治疗和康复的吸毒者提供帮助，副首相扎多士阿马扎希指出，1983年吸毒者法令第8条文的修订建议已获得特委会会议的同意，接下来将提交到内阁会议展开讨论，在之后将会再提呈给国会，以做出最终决定。阿马扎希表示，特委会会议就1983年吸毒者法令第8条文的修订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审议。他指出，这一条款是涉及吸毒者或药物滥用者自愿接受治疗和康复，而该会议也同意了修订条款和提出的建议，以便能为任何希望获得治疗和康复的吸毒者提供帮助。今年4月30号，内阁会议同意成立一个特委会，由内政部和卫生部共同讨论1983年吸毒者法令的修订建议，而该会议由阿马扎希出任主席。卫生部通报，该部属下员工在去年共录得2643宗职场意外。对此，部长扎多士·祖克利菲表示，该部已经采取各种管控和提升措施，以便保护在工作的时候面对危险和风险的医护人员。祖克利菲透露，卫生部属下的员工在去年是录得1914宗利器致伤案例，62宗职业中毒病例，36宗因杂音而丧失听力病例，186宗职业皮肤病，322宗职业肺病，以及125宗其他职业病。部长表示，2022年职业安全及卫生修订法令阐明，雇主是有责任确保员工安全、卫生及福利，员工则有责任遵守职业安全及卫生相关的指示。此外，由于人力资本可是一家机构的最重要资产，且能决定成功，因此部长认为应该优先关注员工的安全和卫生。有鉴于此，应该向每名员工灌输预防文化，从而减少意外、受伤、中毒和职业病。高教部长的 Dostri Zambri 指出，本地大学讲师每个星期授课是最大的
大约是18个小时，而且不仅要授课，还要处理课外以外的其他重要职务。因此，该部认为有必要研究平衡本地大学讲师的教学时间，并呼吁讲师们多发表论文，尽可能可以做更多的研究。Kita lihat universiti-universiti ada pelbagai, ada yang memegang jawatan, biasanya mereka tidak mengajar sampai 18 jam, dan dia bergantung kepada kursus, kepada jumlah pelajar, dan ini agak berbeza-beza. Dan bagaimanapun kita akan lihat dengan teliti akan keperluan ini dan dalam masa yang sama kita mahukan supaya kegiatan mereka untuk menulis, membuat kajian apa semua itu perlu juga mereka lakukan. Zamri 是在出席全国青年领袖计划昌明思维活动后向媒体这么指出。而在这场活动的交流会上， Zamri 也强调，高教部将准备应对和掌握人工智能新兴教育的相关课程，好让教师们能够学以致用。部长认为，教职人员是有需要将本身的专业知识结合数码发展，以便转化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卷入的违法购买枪案，三项罪名已经成立，也成了首位被定罪的在任总统子女。拜登表示接受判决，并会尊重司法程序。而对于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如今亨特被判有罪，也将给拜登寻求连任总统之路再添未知数。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在经过商议后，裁定亨特在2018年买枪时的不实陈述，三项罪名成立，最高判监25年。根据控状，亨特被指在当年向枪支供应商撒谎，在填写购买文件时谎称没有滥用毒品，非法购买枪支。尽管被定罪，但法官还没择定下判刑的日期，但指案件一般会在120天内判刑，也就是大约10月中旬，而且是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前不足一个月。
总统选举牵动选情的焦点都是无关国际政事。再次竞选的前总统特朗普是卷入支付艳星封口费的官司，而拜登则是受儿子的这宗违法购枪案影响。无论如何，在美国枪支管制法令下，亨特是被判禁15到21个月，但由于是初犯，因此相信刑期不会太长。11号，哈马斯表示接受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加沙停火决议，目前已经向斡旋的卡塔尔和埃及就美国提出的3阶段停火建议提交回应，并准备积极谈判，设法达成协议，以实现加沙停火。哈马斯有官员表示，该组织重申一贯立场，也就是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结束对巴勒斯坦人的侵略，以军全面撤出加沙，重建加沙和交换囚犯。该名官员认为，目前双方已没有重大分歧，但能否达成停火就要看以色列如何回应。参与斡旋工作的官员则透露，哈马斯在回应中就停火和撤军提出了新的时间表。而在10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735号决议，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立即、全面和彻底停火，以尽早结束已维持8个月的以巴冲突。位于泰国首都的著名周末市集宜图宜发生严重火灾，中户区有不少店铺遭到火目光顾，导致数以千计被困在笼子里无法逃脱的各类行动物活活被烧死。这场无情大火发生在昨天的凌晨10分，出事的区域是位于周末市集和购物中心后方的宠物区域，面积是达1400平方米，共有118家宠物店。消防人员接到投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灭火，并在大约1个小时后成功控制火势。当局指出，大火是电线短路引起，虽然没有造成人员死伤，但有数以千计困在笼子的狗、猫、鸟、蛇、兔子等动物被活活烧死，许多笼子被烧焦甚至变形，可想而知当时的火势有多么猛烈。有目击者表示，事发时听到动物的惨叫声。由于这些葬身火海的都是进口的珍稀动物，价格不菲，因此当局正在评估商贩的损失以及提供适当援助。位于巴黎近郊的法国著名景点凡尔赛宫11号一度传出火警，为了安全着想，期间更疏散数以百计的游客。发言人表示，起火位置处于正在进行翻修工程的屋顶区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宫内的收藏品也没有受损，目前已重新开放。凡尔赛宫是在法国时间星期2下午3点多发生火灾，国内一处正在进行维修工程的屋顶区域冒起浓烟。事后，当地消拯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扑灭火势，尽管很快就成功将冒起的火扑灭，但部分消拯人员在之后还是继续留在现场以防万一。根据消拯人员的说法，这起火灾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而且也没有对凡尔赛宫的建筑结构，甚至是宫内的收藏品造成损害。凡尔赛宫是巴黎迪士尼乐园和罗浮宫第3个最多访客到访的法国旅游景点，去年的访客次数达810万，并以外国游客占大多数。好的，以上是这期的新闻内容，我是朱敏瑜，感谢收看 Salam Malaysia Madani， 我们再会。